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最受欢迎内地男歌手张艺兴。再次恭喜张艺兴，有请张艺兴回到舞台接受奖项肯定。是的，最受欢迎类的奖项是按照本年度发布的优质音乐作品作为入围的标准，也是秉持着公开透明的原则，透过腾讯音乐娱乐旗下四个平台粉丝阶段性的投票，选出了2019年最受用户欢迎的音乐人。祝贺祝贺张艺兴，请张艺兴拿起你的奖杯，与我们再次分享您的感受。今晚的第三座属于您个人的奖杯。谢谢。在这里谢谢我的粉丝 XBY 贝科，我想跟你们说一句话，只要你们为我赢得的奖项，我不管在哪里领都非常的开心，谢谢你们，谢谢。再次恭喜，因为确实这个奖项是粉丝为张艺兴一票一票的投出来的，再次恭喜张艺兴。谢谢一直努力的一心，谢谢。